15只，总共15只给你们，来两百块，来，好，双铁贝你好，来三百贝来修起修起修起，今天来了八个，第一王蟹棒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，一人一份哦，来15只哦，来两百块，做两杯假第二蟹棒哦，龟头没有，大海贝鸟，我大头，来两百块来八块，龟头几只？我来三个，三个几只？我来，三个，三个给三个几只？龟头也先，龟头，大树龟头嘞，来鸡汤我八块来。 养生鸡汤啊，百菇养生鸸汤，这个真的老师，这吃啥货？一只好吃，来，上面吃给汤诶。500块来，这个你去网络上看哦，哦，网络上看一只500多块哦，来，你要吃500块冰点，冰点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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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养生鸡汤来500块。 赚钱啦！这时间怎么能赚钱？你了解的没啊？都唔敢赚钱，来我爸过来。500块，给钱多我来，给钱。我出钱，我出钱呢。真的哦，都搞掉开，拢掉开，拢掉开，拢掉开。啊，给拢搞掉开，这奖金就出翻，这奖金嘛就出翻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卡边来卡来这。 云吞，阿姨，云吞哦，装天啊，我装天啊，装天啊，好，你们吃完再放汤天啊，来外公，这一次真的好吃，这一次也好吃，啊，两只都是全鸡哦，这边冷椒我打折，来备吧，两只。 其他无，这奖给生两只，多少个只？什么？他后面包哎。两只哦，你是几只哦？你们其他无七百，来500块。两只500。来到钱了。这准备给生两只，两只给我吧。一只嘛，500呀，搁两只。来，这个客人可以赶快。这个三个。我真的是让你们爽的，这500块被两只给你们追出来。 我这一桌，来最后一桌，这奖给生我爸过来，后面大哥来见钱，安尼无啊？来，我再一个给我。哦，你是，我妈为你。哎呀，都没了呀。我没了，这还到老哥你们管？来，大哥来，谢谢。好，你放在桌子上面架了，那个很重。然后哎，来，先跟我来，回购一下来。先卖给你。啊，成交三八三不？ 都来，你要红，你要红，别，全部的哦，快点，全部的，来，小哥来，我爸放三个人，给你，这两小哥500块来，全部啊，你要小哥那个，三个客人，来500块，没有，一只而已哦，全部嘞，全部500块，一只500，一只，来，我爸放五十个，这小哥超漂亮的，回头都，来，我爸放，林，这小哥无笑哈。 这也叫你做餐厅。蔡坤修，林浩，你修不好。做人要讲修不好，跟我讲一下。来，老板。你好，跑马腿快。今天不要病啦。你病，你来敢配合嘛？你哪敢配合？我们要病来，我爸过来。来，我讲，你讲我爱敢病嘞。我上面病，你敢敢病嘞？我讲一下。 对啊，我讲出来，你讲话是为了要赚钱啊，我是为了要套路。我人刚刚到有套路出来，最少超过两百。来，我爸过来，但是你要行情啦。我尽量上我哩，但是你爱敢赚钱，来我爸过来。500块。但项目件拢要分钱的，咱茫讲了钱，钱全部买袂有本钱。来，我爸过来，你只。像500啊。来，我爸过来。来，老板。 来，一个，我一个给你看下啦，啊，也是小哥啊，真正水。哎，五百块。一个无买，我嘛无小哥啊，来，500块来。后边还有小哥吧？没有了。拢无啊哈？别较紧的哈，只有今天哈。哎，到七点哈，来500块来。赶快拿钱，来500块。我你讲咩啦？ 我每个包票，伊都要分几包啊来，手机啊上下来关柜。来，我包包最后三位了，小姐。来，小姐你要1000哦，谢谢你人真好。
好，五百就要等人。可以吓吓他嘛？来，我把最后两个人先跟他们聊。有，继续跟啊。这跟他们，我把黄金那个扣住哦。来，最后两位小姐，五百块。来，我爸，修哥，都五百来啊，修哥啊，来哦，谢谢。再来，我买几把饼哦，冰冻机。来，阿妹吃樱桃，春节了，来，两包红豆粿，多你买呐，来一包啊，一包。我一送，我一买。今天一包红樱桃，阿妹的，别希望我一买啊。来，今天变两大啊。我走啊，来阿妈好啊，先分物件好啊，先分啊。来，这样先放一下，来，蛤蟆先到，蛤蟆先到，来，拍水拍水，我们三阿姑，起来，来，蛤蟆这边哦，这边上来哦，哦，别急哦，来，这样先放三个两份来，啊，这边一份，这样先放来，谁的？来，冷爸爸先会放来端了，谢谢。哦，啊，这边装杯啊，装杯快些啊，两两个。来，千拼好了。哦，来拼，千拼好了，千拼。干杯，干杯，输给杰了。好，换新的就 OK。来，他过来平板上面来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如果是喷墨的话，小问题，很简单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对啊。喷头毒死的话很简单。老总，包容。这边，这边，还要气两份啊。这边，这边。老总，包容。那如果是雷射印表机的话，早晚都换汤，都不能低的。低阶机种不值得修了，高阶机种的话就很。来干杯，来喽，我两位。一般喷雾表机塞住喷头的话，这个放在桌面上就好了哦，不要。轻微的症状解决的方式很简单，大概用不用五块钱就可以解决。真解决就辛苦啊，你们。今晚给你买几杯水给你泡的。三哥来这边，还有一个啊。吃吧，你吃骨头。不，阿兰吃骨头，你吃吧。来，喜欢吃干贝的看这边。我卖你们很便宜哦，赶快哦。多少不？多少不？这一包五百公克，来，一盒可以送人，可以自己吃。来，你喜欢吃的，不要问我几盒。来，喜欢吃干贝的，来一千块给我。来，几千颗。不是两千，是三千哦，来是一千块两百块，分不够啊嘞，行了没有？来先交捷贝来一千块，来干杯！一千干杯，我一千哦，真正是真正平。等于一公斤就要八九百块的物件来，一千块先交捷贝来，一千块干杯。我给你了，他现在也不走啊，都一样的。上来啊！起来，起来，准备干杯的啊你。来，先交钱，来赔给钱。你加带钱，我就加了钱。哦，来，我卡背来，一千块了。好了没？好，来这边交帮我老开。W 八六零二的墨水夹。来，三票你。来，一千啊！一千块来，帅哥你准备？一票过来。送，两百块无动的啦。一千块啦，快讲哦！有人搞要十 K 啊，要二十 K 啊，我都无法收袂起哦。就没了。金妹哦，来一千块干杯。他没有，他里面本来就没。大啊，大妹啊。你们家冰箱大还是小？大。大。大那个才两千块吧。来几千块。我空今天要被撂了呢。装好的啦，我装好的啦，你不要不哦，你不要这样。一千块，干杯。一千多。谁呀？我准备料，准备料，零斤带几？说真的，你们也好抓不还没啊？你们要用原厂来几千个，别来这种。如果你们要用嘛，装黑啊嘞，你扛黑啊嘞，建议你们买这种干货嘞，货好嘞，就是先把原厂的墨水夹卖掉，从头到尾都用原厂墨水夹，问题还比较少，还是一个，而且要同一个品牌，厉害啊！厉害啊！同一个品牌的墨水，把原厂的墨水卖掉去买自产的墨水，从头到尾都是自产墨水，同一个品牌，反正没有。没有。无啊，我就是要用白的啊，啊无我要卖到几，这卖到几点嘛？结账。来。一千块。
大块了，只要三公斤啊！来几千块，我卖两千多的好啊，你哪在贪着啊？一千块来干杯！再送再送，搁少一个，我吃一个白鸡翅，袂瘾卖啊，了了。这来，我你讲手要怎？过头忙啊！来一千啊！不锈钢会生锈吗？会、啊。坏的，我这一千块给恁大家啊，够喝了啊！干杯！你们这辈子应该没有第二次这有这个机会买那么便宜的了，真的没有第二次了，只有这一次而已啊！你我唔买咧拼干杯，我买拼干杯，我翕直播翕咧三三啊干杯，我不陪你拼，因为干杯袂拼，太贵了。进两三十五位人品，来一千多，来最后四位了。好了，不然了，不要不要就算了。哦，来来来，不要干掉了。算了啦，你了不起，七号你神经病啊！三千个买不嘛，来一千。来过几个啦？来最后两个人品，漂亮哪部嘞？不在最高意思嘞。我这边最上出名头位的。笑话啦，我只有我呢。来最后一位喽，来干杯，辛苦了。最后一个人给我看过，都七千啊，后大半还没啊。来，最后一位的干杯，来一千块了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。三零四只是抗锈能力比较好而已。来，最后一位一千块来。不代表他不会。啊，有你是要赚钱还是不知道什么物件？他只是抗锈能力比较好而已。你要抗锈能力比较好，用316吧。来，最后一位，来干杯。来最后一位，来一千块。现在都要316的。都有了哈，这那我就拿走了哦。哦，好，谢谢你们。给这个分杯对。来，回去让开三百来，能包不？200块。来干杯数哦，干杯数。来，能包不？来一包金，一包800啊，金啊，两包啥了？来300，来能包了。花出来200块来，不用300了，多留下啦。准备走。其他哦，去抓到后来200块来，回去啊200，进来回去啊，来200包够，上楼买点去，来200拢买点买回去啊。小怎样？小了吗？来增加哦，回去啊，没啊。200块。来200包够了，没买点不？我拢买点哦，来去抓到来。这没住啊，没住啊，这死了。来300，300块来，一包一公斤。快给我们计价，等爸摸完了，等爸你来，等爸你可以看到，这好东西啊，这夏天这边的那些啊，来等爸摸的，真正好食，来这下回来，这个鸡爪冻等爸摸来，来200块来鸡爪冻，来最后三个客人喽，来等爸摸，真的很好吃啊，做凉拌就好了，来200块来最后一个鸡爪冻。来200块，通通买到了吗？两个人给你啊！我你今天两杯是一包八粒啊！你，还有两公斤的，来两包过来，记住到200块，过来来啊！有一条一条的是喷头堵塞的。你喜欢怎么记住到？这个如果你会用的话，来几包我记下来，记得。针管，在这里有100喽。然后一个细胶软管，里面放九分钟百分之。1:1混，来狮子头上面进来，把它推下去，把它洗，把里面卡掉的，干掉的墨水，来一包过来，洗出来就好。狮子头，来大哥回来，多白菜肉真正好吃。来干贝酥来，干贝酥买200块，纯正的客啊，好不好？不啊吼，两个位哦，来外国行，干贝酥加板德的也，餐厅的进来。如果你要省钱的话，现在原厂的是有提供的，入场连续公募的。好，我帮你们测试过了，原厂附的第一组连续公募的喷墨印表机的第一组，印个3000张没有。你讲干贝说，你笑啊？你讲了100块来，100块来干贝说，这样没钱。好，因为我看到你的政府，来100了，干贝说100块。你讲，22粒。了钱袂买，25粒，我你整好，你钱来100了，100块来去。中阿伟，那么多，来100块，你们要买，来干杯说，过来买价嘛，来100，
不要买 FX， 不要买 Phenom 的，问题最少的就是华的 BROTH， 华的零分母就稳定。一百块来，四个客人，二十五颗。来，黑鸭杯，我把杯，三百块。我来帮。一人球，一人料料呀，要吃黑鸭，来两百块的。两百块来，海北。我你给我买啥？我讲名，听下我白天有做啊。小鸡块哦，好，小鸡块啊，不要这样。来，还给人大包过来，没叫吧？没给我呀。你要一份吗？还是两份都可以，没关系，随便。不用五个了，来四个客人吃的，一碗我最久的鸡排，超了六年才。来，这样结了，给来人大包过来，来快结了，快。四位，四位而已，四位而已。哦，来买两百块而已，来鸡块可以能挖掘。好了。来，来，快些技能哈，这个出意外，哎，技能要出意外哦，我先刚好一表，这是我的专门科啦。来，一块我发过来，经验分享。来，一头玩有一点，还有一块嘛，不会咬了。完了，我玩先来，我玩没能发过路。到底是要行没？那哪来？我玩能发来来呀，两百块啦，直接好起来。拿铁边拿去，啊，电脑边我边，交好起来，来能发过来。我玩两百块，一人中多块，来两百块大姐的哦，来去叫个上面，来两百，来去叫个上面，小华一，来两百块都我玩，两百块了，新加坡的，来两百块。其实现在新式的分波音表机，你不用担心它会坏。它虽然会自动关机，但是它目前新的技术已经包含你关机的时候，它保持着微电流，让你的接口持续进行有默上好吗？来，我玩弄不了，来，你能卖卖几千台币吧？你渴望是在哪什么头猛啊？来啦，你在洗香香啊？哦，都要洗香香的呀，玩的还多还多。来，一人五百块嘞，五百。哎，真的很大条哎！天哪，我平时来话根本收根本，这撩着钱我都骗你，太大条了，天哪，天哪，天哪，我的天，好买贵吗？哎，班长干咩呀？连续大公莫出来，大贺呢？原厂都出连续大公莫，一点都不觉得贵啊！你渴望我来吗？我怎么上电脑来了？来五百块，几箱箱飞了？刚刚。你讲，你要吃鱼两个熟熟干净嘞，看一下我的鱼两个身多少？哦，要比水的，比水的，能比吧？来五百块，你四条六百块得咩啊？我给五百块嘞，来几条货？来五百块，剩下两个，来五百块，鱼两五百块，看来啊，来好不？这鱼两条一百块，你要个三倍啊？这水呢？这大条呢？来五百块。都买到老鱼呢，两个人可以养咩呢？这下你要吃鱼能无啊？我今天这边一个，我一条一个，这边赚钱啊！鱼能安尼话，赚钱。来鸡块买五百块来，红龙鸡块捌吃过呀？就，唔捌吃过啊？你都捌带囡仔去煮煮呀？这包一公斤卖两百五，来两包给你。我跟你们讲啊，起码要几倍的，两包你给我扎的，没五百，来三百块完了，红龙鸡块来，三百块，乖，你买鸡块嘛哈，来三百块，不够我少啊，我超敢卖你呢，来三百块，真的好吃哦，来鸡块三百块，够三百块了，给红龙鸡块，会。三百都买到了，我们做完计价，这几包都不可能两百块卖，第二个两包三百都可能。来三百，红龙鸡块弄完哈，两公斤哦，天哪，我给你挂吧，以后就不要笑啊，有啊哦，来，你吃脆壳的来，哦，蛤蟆长尾，你今仔无买蛤蟆的，来三个搞个毛出来来。免一百，免九十、八十、五十、四十、三十，要吃还没有吗？来二十块完，好吗？二十块。有，下次快好了，快好了。下次要后面包啊。有了，快好了，快好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知道你在等时间，看得出来，马上好，马上好。来，好吗？李章，哎 ，Hello， 好吗？买二十块的各位 Everybody， 我的兄弟姐妹呢？来，多来进，来二十块。好，进来，好姑娘，好来，谢谢，来二十块拢有买茶杯，拢有买茶杯，来大也买，紧嘞，来看几个买蛤蟆哦，甲分一个哈，来谢谢。
我们一盘子汤。来，意大利面圆体，来七哥，七哥。啊，是意大利面有人点圆体，不人点。中午啊，中午啊，来，要吃水果的来。水果这样，每几粒，就是顶块几粒。好，沙发啦。加热就好了，没沙发。你看我这样每几粒水果，等于全全有选择。来，要吃圆体的，来站着好了哈、哦。好，我圆体妹妹，三分的呀。来，你看我多少姐妹哦？纯粹的人给你，这样每几粒来两百了。没有。水果你两百块几粒？来两百块，红烧圆体两百块嘞。都叫我起来买尔，这我袂差，爱面子，这面子袂赞成。来两百块红烧圆体，搁三无买了。来两百块，来两百块来，两百块大你买一条吼。来两百块来，紧嘞紧嘞，这个烧配粉配烧酒做起来。我阿人算赶少人过起来，来虾啊我紧。来好，阿要食意大利面皮啊，先分分来。干贝叔呢？我干贝叔来，阿虾啊刷我来。来干贝叔谁买的？干贝叔来坐车来你家哦。大家给过来一次，谢谢啦！干贝叔来，是弟弟的啊，来，阿个结账的干贝叔，我来后边来哦，来，搬来搬来，起啊搬来。来，虾子谁的虾子？来，意大利面没三百，意大利面没几了，八块块，来两百块来，几杯老的呀？几杯？好几块。黑柠檬的呀？小珍珍，黑黑柠檬的呀？我教的可多了，来意大利面的包，我教了那么多通识，来乖来，是不是？来两包的，来七包来五包的，来两包过来六包的，来两包过来七包的。在了，到手了。来八包的，来两包小姐啦，给意大利面，来两百块，无遐俗的，也袂好玩了。乖，你要几份两份？几份两份啊？搞啊，八个出门啊！来两包包意大利面，够有要吃无？来七包五包，来六包的。来七包八包，你别加卡片了哈。来两包过两，没有那么便宜的意大利面，你们在想什么？来两包过两，加热把这个酱回去拌一拌，这样就好了。来两包过来，端来你别点去，你端来我别点意大利面了，给两包过来。过来没别的嘛？哎呦，我误会啊，这个我别点阿香来，好多画画的，哎，阿爸别别好啊哈。来三刀啊，买一千台币，八百来五百块我来。三刀输青春的，哦，三刀输青春的，来五百。呜，对呀，三刀啊嘞，我要吃三刀不？哦，是我买几位啊？幺幺二得啦。来五百，稍微嘛三百。可以等一下他们。没五百，没七百，来三百块，就一个人客来三百啊，来三百了，规堆哦，你来三百块，我大哥要这样呀，大哥要三百不？来三百了，都全通了，来三百块，拢准备了嘞，大姐嘞啊，你们不要吃三百啊，你啊，来端来端端端端去，到时啊，今年啊，下手干咩年啊？端这个两盘啊，包你敢冰了嘞？冰未了吼？我要变五十楼，一定变袂了，五百、七百啊，对不对？加六百块的物件，来七百啊。哦，哦，安尼变下来咧，还有变五十不？火车过来的。来，刷来手，刷条裤，你听来，火车继续过来。